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三个女人一台戏，五个妹子六个群人来作家。出版人黄吉磊妙语盘点本周流行金句，乐大家曾建文，广学识界或会心一笑。来自作者张峰本周专栏，作者认为十万家算是最近数字膜拜，在被十万家控制的时代，作者已经远远低于读者了。作者不再为自己写作，而是必须琢磨如何才能刺激到大多数人的感情，那种私人的或者隐秘的感情越来越不值钱，被你同情或尝试理解别人，远远抵不过愤怒、辱骂和帮大家发泄。王丽芬的先高兴一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十万加后遗症。阅读术带来的开心，远远战胜了一个人的死亡带来的悲伤。在作者看来，十万加后遗症的实质是生意，一盘让买家永恒雀跃、卖家顶命拎着的生意。语出推有丁被推文。看到杭州地铁排大队用支付宝出站的图片，本来用传统方式又快又好，非要整高科技，还有智能门锁，以前开门只要两秒钟，智能了以后在门外连不上网或者 APP 不好用，五分钟都打不开门。科技以折磨人为本，语出作家王元涛本周热文讨论旅行青蛙背后的人事隐喻。作者写燕蛙儿子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意义，只能是先养起来，然后再挖空心思去发现意义。被动的出生不是为了某种意义而活的，只能是为了寻找某种意义而活的，找到找不到不重要，哄自己全虚全伪熬过这漫长的一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语出电影前任三叉曲体面歌词唐天慈，上周末因告别者毛侃侃在最后一条 A 信里引用此句，让他更多人知晓毛侃侃被逼到绝路的消息。去年11月以后相继传出，他当时已面临公司濒临破产、60名员工仲裁、抵押车房的窘境。评价朱玲说，张瑞走的时候有种情绪叫创业会猝死，毛侃侃走的时候有种情绪叫创业会自杀。事实上不创业也可能猝死，也有自杀，也总有人 NB 有人 SB。 电竞笼子里无风无雨还有肉，就别做旷野里星空下奔跑的野生动物。走了的兄弟们走好，没走的兄弟们玩痛快。来自作者洛萨稳周文章，美颜是爱国一称 PS 是爱国。上周刷屏社交媒体的各种雪景推送，经典标题如一场雪才知道素颜的中华有多美等之类最为典型。这种诡异的爱国方式对 PS 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照片本体的要求反而越来越低。就像很多女生完全不想去健身房了，从此没人在乎女主是个胖若猪头丑包天机的家伙，全都沉迷于 PS 之后她的国色天香。滥用美颜技术的人往往会放弃自我修炼。来自最近媒体报道，全球首支体细胞克隆侯中终于2017年11月27日诞生，十天后第二只克隆侯华华诞生。自1996年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以来，21年间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了牛、鼠、猫、狗等动物，但一直没有跨越人类最相信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屏障。尽管此类新闻在社交媒体场域波澜不惊，可总归不算坏消息。不过有关命名的部分却略显粗糙，命名者显然未曾考量时间周层面的您多变数。一来自作者林月本周推荐，语出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作品他人的行当。在这部跨学科文化随笔中，苍蝇也是格外神异，它的翅膀仿佛无数血管在透明的泛出红彩的薄膜中形成的精细迷宫，他的眼睛好像奇迹般规整的深红花窗，他的脚宛如脚爪的兵工厂，不仅长着刚毛，足垫还包含了滑行软垫、泡沫状软垫和钉状软垫。林月说，撇开题材、主题和观念，
这些就足以构成一名一流作家的基本质地。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位巧匠拿着简单的针线编织出任何想要的图画，他们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引人赞叹。来自好奇心词典推荐，只通过给职位起玄乎而苦人的花名来增加工作使命感的职场操作。管网站运营维护叫 SRE's Reliability Engineer， 操作员立马转到技术组，管瑜伽老师叫 Educator， 感觉是个需要被写进回忆录的人生 Mentor。 该类型企业老板大概童年没少受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说法的启发。如此说来，职位滤镜一书本身也是一种滤镜，一般性工种的礼节性颇高，由来已久。管电梯工叫垂直交通运营总监012，管三点式叫吃盼礼服2007早有成立在线，可对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始终是个笑话，云山雾罩的拔高，谁会懂。来自好奇心日报近日消息，欧莱雅上线天猫彩妆旗舰店，并推出国博限定礼盒，这是欧莱雅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首次合作。唇膏色号分别与杨玉环 RC301、赵飞燕减 619、王昭君 RB301、西师傅618以及李青赵623相对应。核心用户当然晓得这只是所谓文化噱头，可谁会拒绝与西师杨玉环门为伍呢？如是商家的跨界创意在消费终端演变为一种想象力消费，貌似无害。一名一名名业。